老爷跑哪儿去了？猫掉下来，你们谁看着了家吗？啊！姐，我给你上那个挂钩啊，等会儿的啊。挂钩，钩。嘿，没有。没上去。明儿，干啥？起来！你干啥呢，明儿？你起来！你他妈抓耗子的你也在这儿？啊？这不猫蛋子吗？你在这抓耗子呢？你这给猫蛋子吓的！他怎么跑出来的？他是怎么跑出来的？米花，昨天晚上怎么？哎，我操！完了！别出来，包子！你花卷子是不是出来了？花卷子，干啥呀？你们几个呀？花卷来，花卷啊！别生气，花卷啊！花卷子别生气啊！花卷子啊！起来！就赖你，怎么又赖我了呢？他跳出来，他赖我呀！快来，快回去！花卷，快回去！哎。你怎么又出来了呢？你咋又出来了呢你呀？啊？你不怕狗蛋子咬你呀？啊？别应激了。你不怕狗蛋咬你呀？啊？呦！哎呦我去！谁？这谁呀？上我肩上来了！快回去！因为狗蛋子挠你了，快！快回去！哎，快回去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快回去！来，别下来了啊！狗蛋子真挠你！我看是不是给包子给牛蛋挠了？我看，牛蛋，没挠着你啊？牛宝逗猫，他这些猫它不下来没事儿，这小猫不掉下来，它不下来没事，其实它是故意往下跳的，知道吧？你看着啊。你看猫是不是故意往下跳的啊，家人们啊？你看它就是故意往下跳的，看，你看好了啊，家人们，它故意下来的，你看看下来了，你看着啊，一会儿咋迷出去了？你看它一会儿就跳下来了，看跳，哎，没跳下来，这个没跳，啊？我现在根本不敢看你直播了，狗狗总打架，你还故意让他们打架，我可没让他们打架，我让他们打啥架呀？啊？你看，是不是家伙这小猫，它是不是自己下来的？是不是？你看着啊，其他猫也得下来，你看着啊，看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小狗啊。咱家这个狗它不可能咬猫。猫跑哪去了？猫跑这儿来，看。
往我这儿拉，他俩还得跳，还得下来，看着啊，我就喜欢猫，你不开门能下来吗？那你说这猫就不应该看呗，是不是？啊，家人们，还我不开门能看吗？那我不开播你能看着吗？是不是家人们？你说呢？咱家本身就是小动物，家人们，你就说吧。那猫和狗在一块儿，人家猫和狗都能在一块儿玩，那咱家猫和狗它不也能在一块儿玩吗？啊？那你都关着他们呀，家们，拿谁家主播天天关着猫啊，天天关着他呀，那不得出来溜达溜达吗？那感情不得是从小开始培养吗？对不对？那不得从小开始培养啊，那越不见面不就越干仗吗？家们，越不见面不就越干仗吗？那就跟包子一样，家们，那包子怎么不害怕狗蛋子呢？啊？就是咱不放他出来，咱不把门打开，咱说打门通通风也行啊，是不是？为啥不开门呢？啊？其实我告诉你家，这个小猫蛋子它是喜欢下来。知道吧，他不喜欢下来他怎么能往下跳呢，家们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一出来吧，他一下来吧，猕猴蛋子和腐牛蛋子啊，这大金眼子啊，猕猴蛋子和腐牛蛋子都跟小猫蛋子玩，是不是？都跟小猫蛋子玩。他不可能咬他，包子一会儿干迷糊了，干呗，越打越好，打打更健康。你又蹦下来一个，又蹦下来一个，你看看家吧，看他根本就不咬猫。腐牛跟他玩呢，腐牛跟他闹着玩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咬他。你看，又掉了一个吧。明儿过来，来明儿，你可别喊了，他老爷。那我不喊，我不喊能行吗？家们，我不喊，那都是我的错。你信不信？家们，这个小猫跑那头去了，我再给他抓回去，他还是往下跳。你看啊，这小猫蛋子，把它跑哪去了？猫蛋子，这儿呢啊，我在这儿，猫蛋子。你说你下来干啥？你信不信？家人们，我再给他放回去，他还得往下跳。回去吧，不能出来了啊！他愿意跟狗玩。你看小猫刚才吃过亏了吧？家人们，是不是刚才出来过了？正常的话，他如果不喜欢出来玩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？他以为还得下来，看到吗？他喜欢玩，猫啥也不懂，小猫现在啥也不懂，大猫懂，小猫不懂，啊？欢迎这家人们走进我们直播间，小新老大老四，老大老四压根他俩就是离这个小猫也是远远的，家人们知道不？老大老四离小猫也是远远的啊！欢迎来到咱家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！咱家这个旺旺蛋到货了啊，家人们啊！旺旺蛋，你看，家人又你看又下来了吧？看啊，咱家这个旺旺蛋，家人们啊，啪一发30个啊！这回旺旺蛋比以前火力度都大。家们啊，30个才39.9啊！想买旺旺蛋的好宝宝，你们可以拍个的旺旺蛋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放回去吧，放回去吧，好了。你还出来吗？你还出不出来了？他根本就不害怕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害怕。你看他根本就不害怕，你看。我跟你说，小猫没有怕的概念，家人们知道吧？他们不知道地下那个狗对他们有什么威胁，知道吧？
大猫知道，大猫知道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刚给他放回去，他又跳起来了，他就愿意跳出来。你看见吗？你看他又愿意跳出来，你看，他也想方设法要出来。啊，嗯，对呀，慢慢就习惯了。你看，我看就是，啊。不可能咬，他不咬。啊，老四和老大他也不来，他俩也不过来，因为他俩知道猫挠人，家人们，花卷啊，那个老大和老四知道猫挠人，你看这跳迷糊身上去，啊，包蛋子进去了，包蛋子，不懂啥叫怕，你看能不能跳迷糊身上去啊？看啊，看看能跳迷糊身上来跳，哎我操，哎呦我去。哎呦我去！你看见没？你没看着吗？谁也不带搭理小猫的，他们几个谁也不搭理小猫，就迷糊。家人们，看着没？就迷糊和虎妞他俩跟小猫玩，别的你看人不跟小猫玩，就他俩。啊，这会小猫好看，是不是？家人们。汪汪蛋啊，家们啊，喜欢家里的狗子，家们啊，汪汪蛋都是那个什么的，新日期的啊。你们想买汪汪蛋的话，今天咱要找出来几箱汪汪蛋啊，家们啊，汪汪蛋是39.9块，拍一发30枚汪汪蛋，拍一发30个啊，一个是40克汪汪蛋啊，就是汪汪肉蛋啊，家们里边有蛋黄的，有鸡心的啊，那心的，分一只太贵了，啊，让包子出来吧。虎妞还用舌头来舔小猫呢，你扶着在那跟猫在那玩呢。你看，家们，你说在这个家们，你说在这小猫的眼里头，虎妞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？家们，在那个小猫的眼里头，家们在他眼里头，虎妞算不算是一个巨人啊？他算不算是一个巨人？不卖能送家吗？啊，又来一个巨人，庞然大物，庞然巨物。那我估福妞别怼他啊！其实他也害怕，知道吗？但是害怕他也想出来，害怕他也想出来。北极熊，啊！你要虎妞，虎妞哪也不去了，就在这守着了。啊，虎妞哪也不去了，虎妞喜欢小孩儿，啊，翻车了。虎妞喜欢小孩儿。放回去呗，是不是家们？放回去啊，给他放回去啊！可怜的猫吓坏了。那你说家们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跳起来？他害怕，为什么还要下来呢？家们，其实我总不明白这个问题。我给他提了回去，他为什么还想下来呢？啊？跑哪去了，猫蛋子？嗯？那个猫蛋子呢？哎，他喜欢探索。哎，那个猫蛋子呢？那个猫蛋子跑哪去了？跑这里边去了，石亮。哎，跑这里去了。你看，又跳起来了。你看。干啥？你以为你长得可爱就没人敢咬你是不是？那虎妞不比你长得可爱呀，猫蛋儿，你是不是以为你长得好看没人敢咬你？你以为现在这个时候还看颜值吃饭呢？你看在座的各位哪个颜值不比你？
你高？猫蛋子哪个颜值不比你高？啊？你以为你长得好看，他们就不敢怼你啊？挠他，挠迷糊。不能投胆了，没事儿。你看他俩狗视眈眈的来瞅你，下狗下猫不？啊？你看，家人们，这俩狗蛋子狗视眈眈的瞅他，啊？就你俩他妈没出息的样，好像你俩没见过猫似的。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还撅那儿了。行了啊，行了，不许出来了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啊，这回知道厉害了吧？长得好看也没有用。啊，快回去吧。包子呀，包子呀，你干啥呀，包子呀？这窝还没完事呢，怎么又整一窝呢？啊？这窝还没完事呢，包子，你别着急啊。啊，等过两天的猫大的找到家的再整下一窝啊。花卷子，你也别着急啊。着什么急呀、啊、包子。包子真肥，包子又捅过。瞎捅过，你瞎捅过啥？你让我歇会儿啊，你让我歇会儿，包子让我歇会儿。你可别鼓球了，长得像个大耗子似的，你瞅你长得。咦，怎么少吃猫蛋子呢？又跑哪儿去了？那个猫蛋又跑哪儿去了？我看看。你看看，你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，你看看你。这谁？这他妈是谁？啊，屁股这老大！这是谁？这谁？这谁啊？定居这老大定？呀，猫呢？哎呀，猫呢？猫跑哪去了？啊？这儿呢？这边。再回去吧啊！瞅你身上整的，你干啥呢，包子？啊？你要搁这搬哪儿去？包子，你要干啥？包子？这样，包子是不是有病啊？包子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包子，你干啥呢？啊？得亏你们也是三尺，你是八尺大汉呢，你也是啊，包子啊，这你要干啥呀？给我吐了，包子，给我吐了，你要干啥？啊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脸长得大，我不敢打你？是不是？包子毛真顺溜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！家人们，那猫蛋子又跑哪去了？猫蛋子，猫蛋子，包子出来，包子，包子出来，包子，包子瞪你，小猫胡子咋黑？咋黑？咋黑色？它黑颜色的肯定是黑色的呀，你看这个猫本身就是黑颜色的猫，它胡子肯定是黑色呀。它的颜色是白色的猫，假如它胡子肯定是白色的呀，看着吗？它的颜色就白的，它的颜色就黑色的。
你说为啥是黑色的？它颜色为啥黑？它颜色为啥白？那指定跟自己的毛发质有关，有很大的关系啊！啊，咱们旺旺蛋啊，拍一发30个旺旺蛋，想拍家里狗子吃的啊，咱们这个旺旺蛋是专门给狗狗吃的，拍一发30个，合到1块多一点一个，家们啊，咱们原先是29.9的话，是给大伙发18个。29.9发18个，现在在7-Eleven直播间39.9直接给你发30个，家人们，39.9直接发30个旺旺蛋，一个旺旺蛋是40克啊，家人们啊，没有多少单，没有多少单旺旺蛋，家人们啊，喜欢家里的狗子愿意吃的，家人们啊，可以当训练零食。然后这旺旺蛋里边有4种口味，有芝士的、开胃的、有鸡心的，有还有蛋黄的，啊，家人们啊，一共是有4种内心儿。猫真多，再有今天更好看，包脸真大啊！狗子不吃包退家吗？啊，直接拍一发30粒啊，30个汪的，包子真好看。行了，关上吧，包子你给我出来，包子，你在里面总惹事儿，包子快出来，包子，握手，握手，回来，出来，包子出来。别挠着我啊。不操你个。出来，你听不听话，出来，来。包子。出来。包子听话，来，出来。操你个。操。你出来，包子，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包子，出来。别挠着我啊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挠我，我削你啊。不行不行，不能生娃了，不能生娃了，包子快出来，来，出来，听话听话，包子，你都给花卷子累的腿拉断了，那不行啊，家嘛，他想给人带崽儿，包子想给人带崽儿啊，可别瞎扯了，快来，别扯淡了啊，包子别扯淡了，快来快来快，包子，包子听话听话，脑瓜出来，脑瓜先出来，包子脑袋先出来，快，你干啥呀？你不行了，包子，没到时候呢。你别着急，哎，我操，你别咬我！我真怕他咬我，拉倒吧，他里边待着得了，他里边待着得了。啊，包子，但是你不能在里边乱搞啊！你不能在里边乱捅过啊，包子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抓后背，包子下来，包子听话，你下来，下来之后才能抓到后背。哎，包子，快出来！哎呀，嘿，这真肥！太肥了，夹脚，快把脚拿回去夹脚了啊！把脚拿走，快夹脚了，快夹手了，夹手了，快夹手了，快去！夹手了吧，公猫发腮真好看，公猫都得发腮，不发腮是真不好看，知道我家吗，公猫不发腮是真不好看啊！你听话我就不能削你啊，包子过来，你听话我就不能削你了啊！你别以为你脸长得大我就不敢掐你脸啊，我知道你脸大啊，脸大我也敢掐你脸啊，包子，哎，别动，包子，嘿，这脸真圆真圆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脸，这窝猫都好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大家伙点点亮啊，家人们，咱点点亮啊，我看今天玩咱们玩什么游戏啊，咱们今天玩什么游戏呢？我家猫不发腮，母猫吧，母猫一般都不发腮，家人们，公猫发腮啊，公猫发腮啊，你们就给猫咪吃点那个好的，吃着多吃点鱼肉啊牛肉啊，家人们啊，吃点好的狗粮啥的，猫粮就行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吃点好猫粮啊，猫咪肯定就发腮啊！就像咱家猫咪吃的这款小猫粮，家人们啊，咱家猫咪吃的猫粮，
就是含肉量达到53%，知道吧？22%的三文鱼，18%的鸡肉，8%的鳕鱼，家人们，还有就基本上里边全是肉，知道家人们啊？这是一个五谷猫，哎，这不是这个猫粮啊，家人们啊，不是这个猫粮，啊，那个猫粮没有了，那个猫粮现在已经卖完了，甩完了，我说的嘛，那个猫粮没有了，你们可以拍这个猫粮，家人们啊。这个猫粮非常不错，39块钱一袋。这个猫粮也没多少了，家们啊，这个猫粮没多少了。待会儿我没拍的话，你们可以拍的这个小猫粮啊，这个猫粮也马上就甩没了啊。这屋抚妞孩子怎么没有离别视频呢？没有离别视频是吧，家们啊？为啥呢，家们啊？为啥呢？首先离别视频拍得太枯燥了，知道吧，总拍离别视频，以前总拍离别视频，现在吧一拍离别视频吧有点太枯燥了，没啥意思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。但是咱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般都知道啊，狗去哪儿了我都跟你们说了啊。再一个是啥，家人们啊，再一个就是怎么的，说实话就是三兄弟不为了挣钱，知道我家吗啊。你像原先的话一只狗的话都7000-8000一只买的，那我肯定得给人出个视频呢。现在咱家猫咱家狗都是两三千块钱，家人们，就是就相当于送给人家了，我再给他出个视频啊。老爷看见小老四直播，老四真幸福，老四的主人也挺好的，家人们，老四的主人啊。老七直播过吗，家人们，你们见过老七直播过吗啊？老七还剩几个小狗了？没有了，家人们，没有小狗了啊。小老五我打算送人了，小老五也不打算卖了，家人们啊，我也不打算卖。老三是个聪明狗，四饼全家人都爱狗狗。四饼是谁啊？四饼，老六啊，六饼，我不知道六饼上哪去了。六饼是我老丈人的狗啊，我不知道六饼上哪去了啊。你们问我老丈人，家人们，你们不要问我了，啊！你们想知道六饼去哪儿的话，你问他，啊，家人们，他老五不卖了，老五送人，姐，走，我送人，啊，送给咱粉丝团的啊。老六饼，你们问我老丈人，他上哪儿去了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啊，你们在下面打评论，啊，私信他，你跟他说六饼上哪儿去了。看见了也不出视频，小六饼，老四主人给起的四饼，哦，四饼啊，哎呀妈，还有四饼呢，我说那么少俩饼，一个圈两个饼呗，啊，现在咱这有三饼，啊，老五，三文咋不开心？三文没有不开心呢，三文非常开心呢，三文，我现在玩，咱们玩什么游戏啊，家人们，像咱们玩什么游戏？在老爷姨家上次说过，不是你们问我老丈人家们，知道吗？你们跟他说话，他没准他愿意回你们，知道吗？他愿意回，他愿意跟你们唠嗑，知道吗？问他，我跟你说，六饼，我爸如果在这边不干了，他肯定回去还会继续养六饼的，知道我家吗？啊，他也是让人家代养，他也不是说给人家了。明白吗？啊，是让人帮着养，啊，我爸老不舍得六饼了。说实话，家人们，我爸也不舍六饼，刀宝贝 seven 真漂亮，六饼多爱人，也不出视频，走，玩什么游戏？
哎 ，seven， 咱玩一个什么游戏呢 ？seven， 你去找找。seven， 咱玩什么游戏？你去找找去去。你找找 seven， 你找找。咱们今天直播给小石榴剪毛吧，行不行？们直播给小石榴大大剪毛吧，给他理发吧，行不行？啊？开店也可以养狗啊，那咱就不知道了。他开的是饭店，他养不了。他开的是饭店，家人们。你看老五嘴好了吧，家人们？老五嘴好了吧？一点事没有了吧？看着了吗，家人们？啊，还是有点肿。他这，我感觉他好像还是有点肿。啊？我也学习一下，老五来，我看老五，我看小五来，看我这，啊，还是稍微有点肿，啊，稍微有一点，给石头大理发吧，今天给小石头大理发。咱给小石头大理发，也给他理秃子，也是秃子，家人们。啊，那不行，咱就今天就给他剪秃子，就除了头，身上除了头不剪，身上哪儿都给他剪掉他。家人们，我只会剪秃子，别的不会剪，家人们，我没学过。啊，我就寻思，家人们，咱不是说把头给他剃秃，就是有两种选择，家人们，你们选择哪一个？一个是把小石榴头剃秃。身上毛全留着，再一个就是身上毛全剃秃，脑袋瓜的毛留着，选哪个？家人们，看这石榴理发听话吧，那没意思。小迷糊爱装傻，不行，咱们把小石榴大的浑身给他剃秃他，啊，就头发上有毛就行。又秃啊？那我不会剃呀、啊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小石头大的现在上宠物店去做美容，也就相当于家人们啊，就相当于浑身给他剃秃他，家人们啊，就相当于浑身给他剃秃他，啊，石榴怀孕了吗？石榴怀谁的？跟谁怀？谁有这个能力能把小石头大的给整怀孕他？啊，家人们，我想问问直播间在座的所有人，说小石榴大的怀孕的那位，小石榴大的跟谁怀？怀着谁的？石榴有老公啊？有老公，是有老公啊，他咋怀？他用什么怀？他子宫都摘了，家人们，子宫都摘了，都做绝育了，他能跟谁怀？老四倒是想让他怀，我四哥倒是有这方面能力啊。四哥，老四，你看我四哥活着多轻松，家人们看着啊，多滋润，多潇洒啊，怀着隔壁老王的啊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啊，虎妞你不能瞎舔啊，你老师舔的不高兴了啊，你老师你别生气，不生气吧，老师，那是你媳妇儿啊，老师啊，哎，你别说你媳妇儿，你媳妇儿也是为你好啊，老师别总是污媳妇儿，你媳妇儿多难多不容易啊，啊，老师高兴啊，嗯，小石榴蛋子啊，家们啊，俺家小石榴蛋子，其实吧，家们啊，你们想要小迷糊这种小狗的话也有，知道吧，家们啊，那无非就是给老师找个媳妇儿，无非就是给老师再找个媳妇儿。找个什么媳妇儿，家人们？找个泰迪当媳妇儿。啊，感谢我姐，姐夫，感谢我姐啊，欢迎我姐啊，我姐来了，给我姐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。但是咱不能那么干，老铁们，咱不能这么干，知道吧？咱不能说为了老四的幸福，毁了别的狗蛋子的幸福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我说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啊，
咱为了老四的幸福，给老四再找一个石榴，再给他找一个泰迪当媳妇儿，知道吗？这容易毁了人家泰迪的一生啊，知道吗？啊，哎呀，行了，啊，姐夫，你也让我抱抱啊，姐夫。哎呀，姐夫，人家你爸爸不让，你看爸爸不让，姐夫。哎呀，姐夫，你看爸爸不让，啊。啊，感谢美女，哎，你想看媳妇儿？你看媳妇儿吧，啊，小迷糊来，你想看媳妇儿是不是？哎呀，迷糊看媳妇儿来了啊，迷糊可喜欢媳妇儿了，家人们啊，再给迷糊的媳妇儿点关注，家人们，至高无上的榜一，家人们啊，送了大跑车，再给点关注，行了，我这看你媳妇儿呢，啊，姐夫媳妇儿来了，看，你看你爹不让，你看老四不让，老四就不让看，老四就不让你看啊，看看啊，让我媳妇看看我，先看看你吧，啊，你看米欧多懂事，家们看，大家米欧多懂事，我一说感谢我姐，啊，我姐夫立马就过来，家们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心有灵犀，知道吧？这跟媳妇儿心有灵犀了，知道吧？就要看，就要想让媳妇看看自己，啊。还得上来，牛蛋还得来，嗯，还得来。点点亮，家们啊，给三爷爹把爱心在那点到两万，家们，咱把爱心点到两万啊！我觉得咱直播间还不如说家们啊，还不如说直播间唠会嗑啥的呢，是不家们啊？小迷糊真早上起，还不如唠会嗑呢。猫粮，这个猫粮39.9一袋，家们，这个猫粮啊，哎，想买猫粮可以拍咱这个猫粮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家的旺旺蛋现在是39.9，30枚旺旺蛋啊，家们，家里的狗子喜欢吃旺旺蛋的，家们啊，想拍旺旺蛋没拍着的，家们，咱可以拍个旺旺蛋啊，全是好评啊，家们，退货补运费39.9，30个旺旺蛋啊。今天看到小五姑娘了，特别聪明，小五的姑娘啊。美女，其实我也叫迷糊，又跟我姐套近乎呢啊，喜欢迷糊，姐是喜欢迷糊。那你是哪个迷糊？你是色迷糊还是小迷糊？啊？因为狗狗单纯，值得宠爱。你看，就小石头不动地方，家人们，你看，就小石头不动地方，小五都生了啊，家人们。小五都生了吗？我得看看去，家们，小五都生了，老大的姑娘小五都生了，山西那个啊，石头咋的了？石头没咋的。Seven， 你别总掏那个，你掏那个干啥呀？起来，你掏它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掏它呀 ，Seven， 能不能不掏？啊，福建，你他妈什么都吃，你给我吐了，起来，福建给我吐了，吐了，福建，吐了，你给我吐了，你他妈啥都吃啊，你不想活了啊，你要轻生啊你啊，啊，你要轻生啊你啊，啊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？起来，三娃，别起来，福州大的不想活了，想不开了，你他们想不开了，你他还想不开了，哎，咱们你说福牛得遇到什么样的事儿？福牛家们他得遇到什么样的事儿，他才能把这玩意给吃了的？啊，福牛蛋子。伏牛蛋，你说他得有多大的压力，家人们啊，精神压力，他才能把这玩意儿给造了他，啊！塞吧，你别总掏这个，这里他妈有啥呀？你再掏，我给你关起来了啊！进屋，进去。
关起来。在哪找了个干燥剂？我不知道在哪找了干燥剂。谁也不能叫唤。那你不能叫唤啊！你出门不能乱掏东西啊！这不谁整蛇的？啊？这腐牛大那想越狱呀、啊？啊，家人们！啊？这笼子都让腐牛干坏了，家人们！这腐牛大那要越狱啊？这是？啊？腐牛，给我起来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要这么废了吗？啊？不能叫唤了，不能叫，不能叫，三哥不能叫。三哥，你听会儿话吧，你可别叫了，我非得把你那个嘴给你缠上它，啊！我非得把你那个嘴给你缠上它，三哥。假如你信不信，我一拿胶带，三哥立马闭嘴，你信不信？你离我远点儿，姐夫，整得我他妈脑瓜子冒汗都，哈哈的，赶上个大暖炉子了你，啊，你这总他妈要掐我，总要掐我，你掐我干什么玩意儿？迷糊，啊，你总要掐我，你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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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吧，上来，上这儿去，上这儿去，姐夫，上这点声，姐夫，上这儿，你看你姐夫，你这怎么，你别这么热情，行不行啊，姐夫？哎呀，姐夫呀，啊。哎呀，姐夫，你上这儿来，姐夫，你别总扑人。你抱你爹去，你抱你爹。姐夫太好玩了，抱他不抱，不抱。你这看看看看。你抱你爹去，那烦人呢你。好了，三位都已经很长时间不叫唤了啊，来，三位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三位来，出来吧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呀。出来出来来出来来出来出来，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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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会呢，老四再找个泰迪做老婆。三儿，你能不能别掏那个啊，我要开个狗咖，狗咖是干啥的呀，家人们？狗咖是，三娃，家人们，我开个狗咖，那不得黄摊的呀？啊，非得给三娃这个嘴给他粘上的。我开个狗咖，指定黄摊的。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他立马老实，看着啊，他立马老实，立马松。过来，来，三娃，放你这儿，你看着啊，我让三娃叫唤，我把三娃这个嘴给他粘上的。你看着啊，家人们，可以撸狗，咱就说我要开狗咖，谁能来？家人们，在做直播间，咱直播间800多人，我要开个狗咖的话，我想知道谁能来。啊，家人们，下面没有吃的，下面有个圈儿，下面有个圈儿，知道吗？你看啊，看着家吗？这个圈儿，啊，他们总会因为一个玩具啥的打仗，知道不？总会因为一个玩具啥的，一会儿因为这个玩具又干仗去了，又干的血乌拉的。
三元把那个圈拿出来之后，半小时就咬坏了，太远了来不了，在商场里特别多人撸狗，你在商场里头不得让保安撵过去啊？啊？三文，你要再叫唤，看不着我这个胶带。三文，看我这胶带，啊？我肯定去。也就是说，家人们，我要开个狗咖的话，咱直播间在座的所有人，家人们啊，能有千分万分之一的人能来，不错的，知道吗？你看我500万粉丝。家人们啊，我500万粉丝应该有500万分之，这500万分之10的人，50万分之1吧，家人们啊，50万分之1的人能来到咱直播间，老铁们，能来咱家撸狗，50万分之1的人，啊，几乎不可能啊。除非我开个连锁店，家人们，我开个连锁店，全国我开个5000多家连锁店，啊，我要开5000多家连锁店，我就得整5000多个老四，我就得整5000多个 seven 以及5000多个老大，以及5000多个腐妞。你要这么整的话，那基本上都能来。啊，但是呢，你看的话，也就是看一回两回的，你不再去看第三回的，你信不信吗？啊，顶多就是看一回两回，看不了第三回，指定的。去撸狗还得报销车费，知道吗？去撸狗还得报销车费，那不一定，客流量多。哎呀，你要猫卡行，狗卡我觉着还是不行，家人们，猫卡可以，猫吧，家人们啊，它小，知道吧？猫比较小，它比较灵活。狗吧，家人们，热情的狗太热情，知道吧？不热的情的狗吧，它还咬人。啊，我觉得狗不行，狗咖不行，还是猫咖。你见过有人开狗咖吗，家人们？没有吧？一般都是猫咖。最起码。猫吧，它热情的话，它蹭你去；狗有的狗热情的话，家人们直接去舔你，知道吧？给你整一身哈喇子，啊，就像是，就像就比如说，家人们，就像谁的性格呢？如果要是像是韩哥家那个七七那个性格，家人们啊，那家伙那哈喇都给你蹭一身，知道吧？啊，那你要夏天去的话，整你裤兜，整那个什么，就整得整你一大腿哈喇子。整一胳膊哈喇子，太热情啊！要是小迷糊差不多也行，家们，小迷糊也能。小迷糊大热天的，家们，你要来我们家猫咖玩的、狗咖玩的话，他也能蹭你一身哈喇子，太热情了，整不了。啊，会盘人，老热情了。太热情的话，有人就不是有的人不喜欢。家人们知道吧，有的人就不喜欢，啊、嗯，迷糊，咱俩谁会盘人啊？小迷糊其实挺会盘人的，家人们，小迷糊其实挺热情的，就是谁家要来谁要来咱家玩，家人们啊，如果迷糊跟你关系真好的话，你看家人们，小迷糊就这样式的，他就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你看他这样式的，你看他蹭你，他要蹭你，哎，看不着，哎，你看家人们，你看如果谁来咱家的话。你来个一回两回的话，他跟你熟了之后，他就这样的，一直在趴你身上了，家人们一直趴你身上了，就想让你摸他，知道吧？不走了，
就赖在你这儿了，摸摸吧，啊，摸摸吧，哎，越摸他越愿意摸，越摸越愿意摸，我心还迷糊蛋呢。啊，挠一挠，挠一挠，你看，家们挠挠就老实了，啊，好。家们，你知道狗为什么愿意被摸头吗？家们，啊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被摸头吗？因为这个头啊，家们，因为这个头啊，是他自己摸不着的地方，知道吧？这个头是他轻易触碰不着的地方，知道吧，家们？所以他喜欢被摸头，啊，头上的穴位也多。头上的血管也多啊，神经也多，知道吧？摸头也是舒服啊，摸头也是舒服啊。斗柴长大能有多大，能有多长不知道，家们没养过斗柴犬啊，家们啊，没养过那狗，咱只养咱中华田园犬啊，咱没养过那个日本田园犬啊，家们，斗柴说实话就是日本的中华田园犬，人家说的咱不知道，老铁们，我听别人说的啊，咱就养国狗啊，对，就泽畔的那边的所有的东西，家人们啊，我都没用过啊，家人们，我都没用过呀，就包括我家的冰箱啊，洗衣机啊，就是生活家电呀，都没有泽畔的，老铁们都没有，没有。汽车呀，我从来没开过日本，从来没开过泽畔的汽车，老铁们从来没有过。电视机呀，啊，都没有。啊，解判，对，解判的东西没有啊，家人们，没有。但是家人们啊，咱家真有一件东西是折判的，真有一件东西啊，那件东西，家人们啊，这件东西是谁留给我的呢？家人们，这件东西啊，家人们啊，就是是我祖上的人留下来的。这个东西是折判的，老铁们，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一直都没用过，老铁们，反正一直留到现在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你这个发音我给你满分，老爱国呀！其实咱家真有一个，我给你们看看，家人们啊，我给你们看看，真有一个，家人们，老物件，知道吧？祖上留下来的，我给你看看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应该都见过这玩意儿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这个东西，老铁们，这个知道吗？这个东西是老物件啊，除了它，家人们，咱这屋里还真没有折盼的，老铁们，这叫什么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叫三洋，家人们，好像叫三洋，这个东西是折盼的，老铁们，这个知道吗？看着一直保留着呢，家人们，知道不？我打算，家人们，我打算留给我下一代，知道不？这是一个，家人们，就唯独的一个这东西，这可是老古董了，这个都买不到了吧？你们都没见过吧，家人们？直播间好像没见过吧？啊？就这一个东西是。还有一个东西，也是家人们祖上留下来的，我给你们看看啊，家人们啊，这个东西也是个老物件，你说我家人吧净给我留那老东西，家人们我家人吧净给我留那老东西呀、啊、家人们，说留这玩意儿，当时吧家人们，当时家里头也啥也没有，那不穷吗，啊，这玩意儿也属于家电，知道吧？哎，你看家们这个，看了吗？这个家们，这也是当时也是属于咱们家的一个家们家用电器吧？这东西是不是折盼的？我忘了家们啊，我看这是不是折盼的？
们这哪儿产的家吗？这个叫星球牌啊，不知道你们起来起来，你们研究啥呢？你们研究古董呢？你能研究个六啊？你研究个六啊？啊！让我们嗨起来好吗？咚哒啦咚巴啦咚啦滴啦咚啦滴呀啦滴啦啦滴啦啦啦滴啦啦。不行，有点卡，家们啊，这个啊，这哪儿产的这玩意儿，家们啊？我看看，家们啊，我忘了这哪儿产的了，这个，哎呦我的妈！这哪惨呢？是泽畔吗？家们，这个是常州，这个他妈是国产的，老铁们，这个是我这么一瞅，这玩意是国产的呀。这个应该是70年代的，家们，70年代的啊，那个时候还有卡拉 OK 呢。你看，家们，看看，家们看，这边还能唱卡拉 OK 呢。你看，家们，卡拉可以 OK 呀、啊，家们看，还可以调音呢、啊，你看各种按钮，这个家们看。这个还可以调呢，调广播，老铁们，看不着？能卖到钱吗？我这个我不知道，家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要的？有想要的，100块钱有没有要，家们？100块钱，啊？这个调啥的？这个是，这好使啊，家们啊！100块钱有没有要，家们？啊？当时家们，当时我姥爷给我留这玩意儿，当时的话能卖，当时给我留的时候，这玩意儿能卖1000块钱，家们啊，我这玩意儿都已经留了多少年了，家们，留了他妈20年了啊！我寻100块钱卖了得了，掉价了这玩意儿，啊，能唱，能唱，能唱啊，能唱歌这玩意儿还能唱，啊，100块钱上车吧，我估计没人要，家们啊。调频可以听广播，就是一个啥呢，家人们，买回家就是一个那啥了，就是一个这什么玩意儿叫性情，不是情怀啊，情怀。80年代初穿喇叭裤，提着双卡录音机，可你让他唱一个，没有电了，没有电了，家人们，没有找不着电源，啊，让他唱一个唱，你看看吧，这个地方，他这个后面还能安那什么呢？看，还能安电池呢，我可以买个电池安里头，这是几号电池？这应该是属于1号电池，我靠，这玩意儿里边装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装10节电池，装10节5号电池，这里头，你看，起来，这是不是国产的，老铁们？环球的双是什么呢？环球的，啊，买个电池装里头行，啊，再有的话就是怎么事，家们？再有的是他这样的电源找不着，你看这样口的电源，看到家们？这种口电源找不着，哦，买不着啊，得买老物件那种电源才能买着，肯定是好使。我给大家我试过，我之前我试过这个。我妈那个时候就流行这个，你看见吗？这边还能那啥呢？你看，咱能调密码呢，看见吗？这是密码吗？这个，这东西挺高级，在当年，老铁们看，哎呦我操！你看，磁带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家人们看着吗？刚才唱了一下，但是家人们怎么唱出来不是原唱的感觉呢？啊，我给你放一个啊，家人们啊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召唤过来。不行了，家人们，不行了，卡带了，看怎么事，卡带了。刚才放这首歌啊，这里边有个童话，这里有个童话，这里边看到吗？
卡带了，不行了，家人们，啊！别研究了，四哥。米欧想研究，米欧在这上面瞅呢，家人们，啊！我家不单是有这个，家人们，我家还有黑白电视机呢，啊！那个黑白电视机让我给锁起来了，家人们，那黑白电视机让我锁他妈锁保险箱里头了，保险柜里头了。黑白电视机那个啊，哎，你们见没见过，家人们，你们见没见过我之前那个看的那个黑白电视机，老铁们啊，我拍段那个，我带着四哥带着小明他们一块拍段那个黑白电视机，你们见过没有，家人们？我家有黑白电视机啊，我家不单是有冰箱、黑白电视机、收音机啊，家们，还有啥呢？还有缝纫机啊，还有缝纫机，还有大钟表啊，家们，还有那个洗衣机，也是绿皮的那种洗衣机啊，家们啊，缝纫机都是老物件，没印象。哎呀，姐夫呀，姐夫你要干啥呀，姐夫啊，姐夫你要干啥，姐夫？哎呀，姐夫你太热情了，姐夫。我家七几年有一个14寸的黑白电视机，五大件呗都有了，自行车28大杠，我有个28大杠呢，你们见过家没？大二八，我那年我也是骑过大二八拍段子，那时候还没有小迷糊呢，那时候咱家只有 seven 和小石榴，我骑个28大杠，你们指定有人看过那视频，老铁们指定有人看过。手电筒我也有，老师跑哪去了？老师一直在溜着呢。28自行车，还有那狗皮帽子，老师狗皮帽子，啊。手电筒算不算？手电筒也算个家用电器吧，家们，也是唯一的一个家用电器，家们，手电筒嘛，唯一的一个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啊！这个什么，家们，旺旺蛋，家们啊！大家伙没拍旺旺蛋，家们拍的旺旺蛋啊！旺旺蛋39块有30个，老物件挺多的呀，都是老物件。吃饭吗？吃饭吗？还有一个老式的缝纫机，缝纫机我也有。那缝纫机什么牌子？凤凰牌的吧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是不是凤凰牌的那个洗衣机？不是那个缝纫机，有没有知道的，家人们？我妈还有那个老物件钟表呢，凤凰牌。缝纫机挂车，缝纫机啊，蝴蝶牌，哎，对，蝴蝶牌的，是蝴蝶牌的，家人们，不是凤凰就是蝴蝶的，对，我想起来是蝴蝶牌的，啊，没有终点。还有牡丹牌的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家人，那就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个品牌，我记得不是凤凰牌，凤凰牌应该是自行车，有没有终点，有看见谁淹没天，你梦中等会儿，家们啊，我去给他们拿几个罐子吃啊。
咱家狗拉的好长时间不吃罐头了啊，家们，好长时间不吃罐头了，咱们给他们来个大块肉啊。山泪水淹没你给我坐下，坐下，牛就你，就你坐好，就我坐好了。牛啊！你看老师多听话，姑娘，没事，拿点啊，不许抢，虎妞，别抢，有点套路，有点规矩。
姑娘，老四，等会儿得一块吃，我没数到三呢。听话啊，老大这是一口都没吃，老大是最听话的。不许动，狗蛋子在笼子里真老实。行了，三位别吵吵了，你看怎么整哪都是呢。他俩是不是渴了？等会儿啊，起来。
看这小肚子吃的多歇了啊！你说你肚子吃多歇，看，啊，来过来了，来过来，过来看来。他俩刚吃完饭没多长时间，啊，大哥，这个东西是水呀，啊，哎，我给你看看他，你看啊，起来，你起来。我看你躺着，你躺着，来，每天按时喂水，都是吃完饭再给水啊。他俩应该是6点多钟吃的饭，6点多钟。你看这肚子，哎呀，我看你肚子，哎呀，我去。他俩真是没鸡巴，我跟你说，他俩真没吃多一个，给多也吃多些，给我给他俩吃饭永远都不带剩的，啊？就给他俩吃多永远都不带剩，你说这肚子吃的，吃完饭后，对啊，吃完饭后一般都会给一盆水喝，啊，这俩小狗蛋现在1天2顿饭，吃太多了。1天2顿，1人多些啊，他俩1人多些，一人家伙跟大狗差不多了，都快这一人一盆儿啊，他俩，长身体呢，这个肚子永远没有小的时候，你看家伙这肚子没有小的时候，吃这么多拉稀不拉稀，真不拉稀，家伙他俩是真不拉稀，全是整个的。他俩从来没拉过稀，他俩就是咋的呀？从小吃东西就吃的多，从小就吃的多，所以他肯定不会拉稀。你要是冷不丁一下子吃那么多，他肯定会拉稀。没事儿，这拉软便都没有过。Seven，你干啥呢 ？Seven，你在这块儿啊 ？Seven 是不是着急抱孙子？那个小不点子，那哪个就是这个小不点子，这个就是咱家那个小不点子，这个就是啊，他是小五，他是小五，那是小不点儿，就小不点子，我跟你说这肚子才大呢，你看见没，小不点子肚子啊，你看这个小五，来啊，啊小五，我看吃一肚子，长大了。好，底子打得好，健健康康。我看呢，我感觉像是怎么事儿，家们？小时候他们几个喝羊奶，啊，小时候他们几个喝羊奶，我给他喝起来的，啊。但是我感觉他们从小就喝羊奶，对他们长大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，就长得也不是那么特别大，啊。你说小时候家伙咱俩狗天天给它喝羊奶，它怎么感觉长得不是那么特别大呢，啊，是因为我四哥的基因不好吗，家伙们啊，有这方面说道吗，难道我四哥的基因不好，为什么这帮狗的没有我四哥长得大呢，没有腐牛大的长得大呢，还是因为他们现在没到时候啊，还是没到时候，我四哥也是大体格子，俺家腐牛蛋也是大体格子，老四的基因遗传 Seven 当然好了，没到时候。但是我感觉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们家俺家老四和老大小的时候，啊，家人们，我觉得应该比他们长得稍微胖一点。他们现在干吃不胖啊，真是干吃不胖。他们现在这个时候，但是也不瘦吧。瘦吗，家人们？我感觉好像就是稍微有点偏瘦哈，家人们。对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狗蛋子，我觉得有点偏瘦了，啊，学他奶奶了。Seven 呢？Seven 长得体格就小，不
不会是迷糊的孩子吧？啊，小迷糊，迷糊说啥玩意都跟我有关系。迷糊赶紧跑。迷糊说：“我可不背这个黑锅，我可不背这个黑锅呀。”这小猫蛋呢，啥都守不住了，就是开始撩了。他们已经野了，这小猫现在可以送人了。这小猫，啊，是不是这小猫现在可以送人了，家人们啊？啊，可以上新家了，猫蛋。嗯，啊，可以上新家了是吧？你看我一开这个门，迷糊蛋就过来了啊！真俊啊！包子，你又进去干啥去了？包子，你拎两个，提了两个大手雷，你啊！哎，包子还挺稀罕那孩子，啊，包子还挺稀罕。包子有父爱呀，家人们，这父爱整不了啊，啊，包子有父爱呀。包子看两天看不着儿子。心里头就难受啊，家人们，两天看不到，心里就哇难受难受的，啊，四哥呀，加班啊，嗯，啊，包子。你怎么稀罕孩子呢？这包子真不让人省心啊！包子呀，我这真受不了了，迷糊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明天咱俩带包子给包子做绝育去吧，迷糊，行不行？我把包子做绝育，然后把他两个玩意给你吃，把俩手雷给你吃，行不行？迷糊，吃啥补啥。行不行，迷糊啊？啊，笑一个，迷糊，你笑一个，你又笑一个，啊，行啊，啊，做好了，迷糊，做好了，啊，把包子做绝育了，然后给你吃，行啊，啊，给迷糊蛋乐坏了，啊啊，太好了，哎呀，行，啊，给你俩一人一个，你父子给老四也整一个，行不行啊，四哥？给你整一个啊，给包子，包子给迷糊，看看啊，这他妈跟精神病似的。嗯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下方小黄车，大家伙有需要啥的啊，咱们点点亮，点点小爱心啊，家人们。啊，想买咱家狗子吃的狗粮的啊，咱家狗粮现在179米一袋啊，这个价格马上就恢复了，家人们啊，这个价格马上就恢复了，你们还有没拍的吗？咱抓紧拍的啊，狗粮，家人们啊，下回再有活动的话，第五月份，家人们，下次再有活动第五月份了，这个价格马上就恢复到189米，家人们，189米啊。迷糊太坏了，猫老板做绝育，他高兴。嗯，猫包子还是喜欢花卷子，包子有点性急，说家包子脾气有点急了，说实话，老铁们，啊，包子喜欢看这种其乐融融的状态，家们知道不？包子喜欢看这种就是子孙满堂的状态，家们，啊，他喜欢看子孙满堂的这种状态，看包子。
别往下掉了啊。还行，家人们，猕猴汤的吃饱了，得猛的。嗯，都想出来玩，我自己走开这个地方都出来玩来了，都跳出来，跳出来。老师，你在看着呢，老师，你上这儿看着，老师来，你坐这儿，谁也不敢出来，你就坐这儿，老师啊。福宁，你也坐这儿，啊，他们几个谁也不敢出来。你看着啊，家人们，这小猫能上我身上来。你往这一，我往这一堆啊，你看，家人们，你信不信？嗯，啊，谁能上我身上来？我谁能上我身上来？啊，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胆大，他胆大，啊。操你哥的包子！这么小就能下去啊？他也害怕，他也害怕，他也害怕我。喵！哎，咱是不是压着猫尾巴了？没有，你看包子刚才下来了，你看给吓的，看小猫给吓的，不敢出来了吧？啊？他有一个小猫过来，他们几个都过来了，看到啊，有一个小猫过来，他就都过来了。啊，好，喵，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都饱了。哎，我这个地方谁给我挠的呢？这猫给我挠的啊？哪个猫给我挠的？这不给我挠秃噜皮了吗？这不是，啊？小猫蛋子给我挠的，狗给我挠的吧？猕猴给我挠的。家人们，你说这种状况用打疫苗吗？老铁们看着吗？有个眼儿，这应该是猫挠的呀。家人们，这个是不是一个是猫挠的呀？这种状态应该是可以，应该能应该打疫苗吗？逮耗子吗？逮个六耗子呀，逮耗子啥也不逮。他妈啥也不得，你看来了吧，都来了吧，贴贴脸儿，嗯，我可喜欢小猫了，我打小就喜欢小猫。以前俺家住平房，我在房顶上抓那小野猫玩，啊，咱直播间肯定有好多人，就是愿意搂着小猫蛋子睡觉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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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呵，哎呦呵，猕猴来了，猕猴要咬你啊！快跑，猕猴要咬你了！猕猴蛋子，猕猴蛋不能咬它，啊？折耳吗？没折耳，没有折耳。你看，猕猴先吸鼻子，你吸你这大鼻子。
是不是特别吓猫啊？炸毛了。我感觉这个猫和这个猫怎么长得还长一样呢？啊，你看着啊，家们，他俩长一样一样的，他俩，哎，你看，你看他俩，你看他俩长一样一样的，啊，跟他一样不？你说什么？明白？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家人们，我真想把他后面两个手雷给他摘了。啊！多亏他跑得快。啊！多亏他跑得快。要不然我就把他后面两颗手雷给他摘掉了。啊！幸亏他妈他跑得快。右边的脸好看，比老四还狠。他怎么抓小猫呢？我也不知道他为啥抓小猫，家人们，你们替我分析一下子，包子为什么抓小猫？你们替我分析一下子，包子为啥抓小猫啊？他指定是有需求啊，他指定是喜欢孩子呀，父爱吗？就跟老四喜欢他儿子一样。咱们你说老四这小狗刚出生的时候，我四哥咋真稀罕孩子呢？这咋弄没事？就这小狗，咱这小狗怎么靠近老四都没事，是不是家们？见没见过老四稀罕孩子？老铁们，就这帮孩子还没睁眼睛的时候，还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这帮说老四是不是可稀罕儿子了？啊？这时间一长了之后，我四哥怎么就不喜欢儿子了呢？再看看小猫，包子也是个不着调的爸。他怎么不画圈圈？小猫太小了，怎么不画花卷子？花卷子不让啊，家花卷现在坐月子呢，不也不是说花卷坐月子呢。哎，你说现在，哎，家们，咱今天是几号过的年？是不是2月10号过的年？2月10号，现在是4月，马上10号，这些小猫马上俩月了，马上俩月了，也就是说，家们啊。花卷子再发情的话，也等一个月之后，一个月之后花卷子还能发情，知道吧？啊，狗蛋子还有几个？还有俩。包子不敢下来了，包子，把包子逮出来吧，来，过来逮出来吧，因为他总惹事。包子下来，来，快，包子快来，包子，来，出来来，别在里边惹事啊。别挠着我啊！猕猴都对包子不感兴趣。猕猴对包子一点不感兴趣，啊！包子知道我要揍他，嗯。夹脑袋了啊！包子，包子在这呢，我给他逮出来了。包子，包子一天没有正事儿，他一天没有正事儿，我老削他，他总是愿意叼那小猫蛋子。那包子握手，包子握不握手，你取决于他心情好不好。我估计包子现在心情不好，包子现在心情不好，我估计他不能握手，啊，
包子在里边和花卷他容易搞不了，没到时候呢。包子可能心情不太好，他不能握手。啊，试试啊，包子握手来，握手。包子，握手。你坐好了，你握手。我为什么揍你？你不听话，你那小猫蛋子，你能那么刁吗？包子，我问你呢，那小猫蛋你能那么刁吗？啊，你都多大了？那猫蛋才多大？握手来。啊，高兴了，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好宝，好宝啊，宝宝，摸摸头，好，握手。啊，好宝，哎，好，这还差不多啊。以后离那小猫蛋远点啊，小猫蛋长太小了。握手。啊，好宝啊，越来越聪明了。啊，嗯，来，包子握手。哎呀，真乖。真乖啊，正常点儿。包子不去叼小猫，我不带削他的。啊，我是为了保护小猫。握手来，握手。啊，你多聪明。啊，好，握手。啊，好，啊，握手。哎，好，这比老四聪明，这比小明还聪明。啊，比小明聪明多了。是不是？你看，还得过来跟我握握手，包子握手，握手。你看他没摸够，你看他来找我来了，包子来找我来了，握手。你看他来找我来了，你看握手还让我摸，握手。包子不握了，握呀，好。啊，再摸，还握不握了？握不握了，包子？哎，家们，包子竟然有喉结！哎，家们，你说凡是猫、狗、人，是不是只要公的都有喉结？啊？我看猕猴蛋有没有喉结？猕猴蛋，猕猴，我看猕猴蛋有没有喉结啊？哎。猕猴蛋也有喉结，家人们，猕猴蛋也有喉结。哎，这个是跟人一样哈，家人们啊。猕猴蛋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喉结。我看老四有没有喉结。老四来。这什么猫？蓝猫。我老四有没有喉结啊？我老四的喉结也大。Seven没有喉结，一个是。Seven真没喉结。啊，老四真有喉结。真有。嗯，找你要零食。老四的喉结可大了，看这，看啊，你带老四看，这块有一个，啊，我看福妞有没有喉结，福妞，我看有没有喉结，福妞，别动，福妞没有，空的，嗯，空的这块，嗯，包是公的呀，对呀，公的呀，这帮孩子都是他的。这帮孩子都是包子的孩子，全是包子的孩子，包子和花卷子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咋多好看啊？多带劲，小猫！我跟你说，花卷子和包子上一窝生那个孩子就没有这么好看，上一窝生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好看，啊，就感觉长得毛毛躁躁的。但这窝孩子长得真好看，啊，看来呀，跟心情有关系啊，包子。啊，跟心情真有关系啊，大包子，成功率太高了，包子，那包有点老了，包子，是不是？包有点秃顶呢，我感觉包子好像有点秃顶了呢，包子，啊，你是有点秃顶了，看花卷儿。花卷子。花卷的脾气不好啊，嗯，花卷，你看造包子的话差远了。你看家们，你看花卷这脑袋，造包子差可多了。你看包子那大脑袋，越生越好看。
好了，蓝猫多少米？蓝猫不卖家猫啊，咱蓝猫不卖哈。夹脚了，夹脚了，快夹脚了，快。夹着了吧？然后该遛狗去了，家猫啊，我们该遛狗去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明天见吧，家猫啊。哎，我关不上了吗？咱们明天见啊，老铁们。嗯，下播了。家人们，明天见！感谢家人们，啊，拜拜！祝大家伙晚安啊，晚上也做个好梦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啊！小猫多少天了？40多天了，不60多天了，家人们，这已经60多天了，啊！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拜拜，走走走走走，拜拜。